另外呢，哎，这个目前哈、哦，我们都认为说，在6500万年前，这个有一个外来天体撞击了地球之后，导致于恐龙的灭绝。那但是呢，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说，哎，那如果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陨石撞击了，那应该会在哪里呢？哇，结果这个科学家花了好多的时间找，都刚开始都一直找不到。结果最居然是在这个墨西哥，好、哦，你看就在这个地方，各位都知道，这边是上面是美国嘛，那接下来是墨西哥，它这个地方的尤加敦半岛，好、哦，这个地方的一个尖尖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原本是外海人家在开凿这个那个石油的部分，而且其实当时哈、哦。这个有一个弧形的感觉，它几乎是隐没在海底下的，所以很难发现。然后后来是因为经由这个卫星去侦测，发觉哎，底下这个底下的这个陆地，感觉是有一个整个很完美的一个这样子弧形凹陷下去的这个东西。然后根据它的规模，认为应该照理说这个。当时这个掉下来的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哦、它的这样规模才足以形成了一个这个就是恐龙的灭绝。那当然不是这个弧形就能够代表它就是陨石坑啊，其实基本上它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探测到了某些东西，因为、哦、在陨石撞击下来的那种高速高温下来撞击之后，这附近的第一个，这附近的泥土甚至金属都可能会异化，变成液态状的。然后有些东西它甚至就开始结晶，在那种高温下之后的冷却以后的结晶、哦、所以这时候它的结晶可能会产生什么样子。所以科学家就去从这个地方去找了很多证据，才发觉说，哎，这真的是一个陨石坑。而且以它的大小规模，应该就是造成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哎，等一下，陨石撞击下来，只是撞击这个美洲这个地区啊，那怎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恐龙就灭绝了呢？其实要注意一下，恐龙灭绝不是一下子就全部打下来，哇，全部死光光。不是哦，它是这样子的，它打下来之后，这些土壤或者土里面的金属可能这时候就异化，在高温底下异化了之后甚至喷起来、哦、喷溅上来之后，那些灰尘、哦、你可以各位想有点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它爆炸的时候那个跑出来的尘埃啊什么的，它就一直往天上冲，然后甚至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气层叫做对流层，空气会对流的。然后我们的对流层上面这一层叫做平流层，啊，所以飞机通常要飞到平流层的高度才比较稳，啊，才比较稳，才不会说那个，因为对流层。有很多那个大气扰动，甚至就是有那个什么太阳的热把这些水汽往上蒸，然后可能就有云，有很多云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飞机如果一穿过那个云，是不是就哦，有时候都会震动的很厉害，有没有？等等的，所以今天飞机要飞得稳，常常就要飞到这个平流层上头，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气流比较稳定，好、哦，甚至还有喷射气流，就是如果你能够。飞机能够上了那个喷射气流这一道，哇，它就飞得会超快的。但是当然有时候快的也有它的危险性，所以有时候它可能不会走这种喷射的航道哈。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尘埃如果喷到了平流层之后，这些尘埃就会循着平流层漫步到世界各地去，然后这些尘埃把太阳给遮住了。那地球上当时的所有生物就生存在寒冷当中，而且
甚至有些行光合作物的植物可能就死掉，死掉了之后，草食性动物就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连带的影响大型动物要吃草食性动物，它是肉食性的嘛，肉食性的恐龙要吃草食性的，那草食性的动物没了，肉食性的动物也会慢慢就死掉，所以就是它其实大概当时估算可能大概在100年左右的期间，这些恐龙陆续的灭绝啊，当然呢，比如说我们说像蟑螂这种哈，可能就是在那个远古时期可以一直生存到现在的，他们有一些独特的特性，他们可能没有阳光，他们还是可以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获得一些资源，他才可以生存下来。OK， 所以6500万年前恐龙因为这个陨石撞击而毁灭了。OK， 好、哦，所以这是在居然是在那个外海探勘油井的底那个海底下才找到的。然后这边我有列一个，在2013年2月15号，哎，你不要想说这是6500万年前才会有天体撞击啊，现在怎么可能？可是2013年2月15号，真的就发生了陨石撞击了俄罗斯。我们可以给各位看影片啊 ，YouTube 影片都有啊，这是你看2月15号2013年的，来看一下，在车上的这个那个行车记录器当中，他看到什么样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不然到时候我可能那个上传之后，他又说我这个触犯了什么音乐版权。哦，这个我把声音，对不起，我把声音关掉。好、哦，你看，你看，哦，这样看起来很亮哈、哦，对不对？哇，超壮观的。都是一些行车记录器记录到的结果，你看，哇，超级亮的。它是在早上时间，有没有看到右下角的时间？它写9:21。哇，你看超级爆亮的，你看，有时候车子都不敢开了，以为再往前开会有一个很大的爆炸。看你看这底下的行车记录器可能就是错误的，它时间没有调整，居然是2011年，好、哦，而且时间是在12:30，所以它行车记录器没有调好。好，简单的看到这里就好了哈，我先跟各位讲哈。如果你突然看到天上有一个好亮的东西，如果你看到它越亮，它那个亮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没有像这个后面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的，你就要小心了，你要赶快跑。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是直冲你而来，因为你只要看到拖个长长尾巴，基本上它是往别处去了，因为你是侧面看它，它往别处去了。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亮点怎么越来越大越来越亮，赶快冲吧，赶快跑吧。哦，不然到时候它就是直接撞到你附近了，因为它就正面向你来了，要注意哦。哦好，所以哎，我也跟各位讲这一次哈、哦，俄罗斯的这一次哈、哦，我跟各位讲，它后来最终它掉到了一个沼泽里面去了 ，OK， 所以还好没有造成很大的伤亡，但是很多人受伤，它其实有撞，我要先讲，它这陨石有擦撞到一些建筑物，哦那以至于建筑物有一些那个什么水泥剥落，但是还好都没有造成，没有因为是这个掉下来的砖块打到人，好、哦，但是我说它却造成了很多人的受伤，
来，各位来揣测一下，现在是所有人都可以回答，不限我标颜色的，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啊。接下来的时间都是所有人都可以，你们猜猜看，这一次俄罗斯的这次陨石啊，造成了很多人的受伤，请问你们猜猜看，他们为什么会受伤？我说不是那个打到砖墙，然后砖墙的东西掉下来砸到人，没有，但是造成了很多人受伤。你们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受伤吗？好，可能这个题目对各位来讲有点太难想象了，哦，因为哈，哦，真的哈，哦，有人说。剧烈爆炸，部分地区被震碎。有人说毒烟，有人说碎玻璃跟建筑震动。好，这里啊，那个来，真正答案真的就是被这个玻璃割伤哈。那没关系，其实杨太新的答案不完全对，但是我也可以跟我也算你对了哈。好，就是跟玻璃其实有关系。但是我要先讲它是怎么样子，哎，其实哈，这个彗星，好，当时你看是早上9点多哦，它从那个天边这样划过去的时候，超级亮，对不对？所以当时有很多学校都在上课。那听说有一所小学，那个新闻报道有一所小学的学生，他就有同学啊，就突然看窗外啊。哎，哦，好亮哦！啊，全班的同学就赶快集中到那个窗边，然后一看，哇，好亮哦，好亮！结果这个老师马上转念，等一下，等一下，大家退开，退开！哎，这个彗星明明不是往他方向进，那个这个陨石啊，不是往他方向，不是冲进来，不是往这个正向，而是今天老师意会到，这个彗星的速度很快。会干嘛？会产生音爆，会产生音爆。那哎，我再来考一题问题，请各位先回答一下。请问音速速度是多快？你要帮我写单位哦。音速是多久时间？它会跑大概多少距离？是用每小时1小时多少距离呢？还是1分钟多少距离？还是1秒钟多少距离的？请你把它写清楚。数据大概类似，很接近的，我都可以算对，好不好？音速，声音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好，来看一下。黄培华写每秒钟340公尺，哎，可以，好。然后，哇，每小时1224公里哦，这有点难算。好，这样子，我先给两个人答，至少有340每小时，每秒钟340公尺，我先算对。如果说，哎，立新荣的你的弄每小时多少公里的，如果我等一下去验算，你这个数字是 OK 的，我也让你加分。好，现在目前我就算。黄培华跟屈光宏都有加分了哈，一定都给你加分。但是立新荣如果我换算你的对，我也给你加分，好不好？好，就是大概300多啊，每秒钟300多公尺，每秒多300多公尺。所以呢，哎，那我们的飞机有所谓的超音速嘛，超音速飞机。好，但是呢，我要先讲什么叫音爆是这样子哦，你发出声音之后。它就会，因为我们讲话声音一旦发出去，它其实是形成一个像气球一样，一直出去，像有一个圆形的墙，一直扩张出去，这叫声音。因为我讲这个声音，我对远方的人讲，可能旁边人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是因为我的音速，我一讲出去之后，声音就像一个像吹气球一样，哇，这样出去了。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出去的速度，你边叫的时候，边出去的速度又去冲撞这个音墙，把这个音墙给冲破了，那就所谓的音爆。什么？哎，等一下，这有点那个，也就是呢，你这个陨石，你在摩擦大气层的时候会有声音，摩擦嘛，摩擦的声音会有声音，那声音它就会开始以每秒钟300多公尺的速度往外扩散出去，可是自己它本身飞行的速度太快了，它又去冲破它原来发出去的音墙，然后那个冲破音墙的那一刹那就会产生嘣很大声的那个爆炸声 ，OK， 爆炸声音是声音的爆炸哦，那这声音的爆炸足以让那个玻璃破掉。那那个频率足以让那个玻璃碎掉，所以那个老师一想到的时候就说：“赶快离开，小朋友，赶快离开这个窗户。”结果说时迟，那时快，小朋友正好都撤离的时候，老师还来不及离开，结果那个玻璃就砰就整个爆碎掉，那个老师那个小学老师反而被割伤了，被割伤，但还好小朋友在这个老师的激情之下，已经都叫大家离开了，还好没事。然后当然不是只有这所小学，很多地方的这个窗户都因为音爆的结果整个爆裂喷出来而被割伤了。 OK， 好，那像比如说呢，那个如果在以前哈，以前在2013年之前哈，还有那个美国的太空梭，那有很多住家住在那个飞机起降，然后那个太空梭它也有时候降落，它就会降落到这些机场里头，然后呢，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太空梭，它如果今天冲进大气层，要准备降落的时候，那个什么，只要在附近的居民，他会听到那个远方突然听到蹦蹦两声，快速的蹦蹦两声，他就知道太空梭要回来了。哎，等一下，为什么会有蹦蹦两声？因为呢，它本身这个太空梭，它在冲进来的时候，它有机头跟机尾嘛。然后今天机头在跟那个大气层摩擦，会有一个声音。那机尾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突出还是什么的部分，它一样会有一个那个什么，等于说会冲破，也有可能会冲破大气层的，就那有点算，那不是冲破大气，冲破那个音墙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它发出的声音，可能有头尾的地方分别发出音墙，然后之后再分别的冲破它，就会产生了两声的音爆。所以如果说今天那个底下的居民只要听到棒棒两声，哦，太空梭要飞回来了，可以吗？哦，所以那一次的那个陨石的撞击，哦，造成了很多的俄罗斯的人受伤，主要的受伤是因为玻璃碎片。然后台湾的那个台湾南部有一个叫嘉明湖，啊，嘉明湖，你看就是像这个图片上面，哦，有一个圆形的，非常近似圆形的，而且很完美的一个圆，你就可以合理怀疑它有没有可能是陨石撞击所造成的，啊，结果呢，后来有博士生他真的去嘉明湖，然后去做研究，结果研究出来呢，发觉找不到任何是撞击以后所产生的那种高温之下所产生的一些那个冰晶结构等等相关的东西，没有。所以呢，后来也确认说，哎，这个嘉明湖不是陨石坑，它只是冰川。以前这个地方是有冰块啊，就是那个谁，就是甚至有可能在早期之前，它比较是有冰河，然后有稍微冰冻的情况之下，冰川慢慢移动所磨出来的一个很近似圆形的一个凹槽，然后现在变成积成一个湖。 OK， 好，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就很想要去找那个什么，有没有外面有没有那个什么，我们透过那个 Google 地图，哦，Google 地图的卫星图，然后到处有没事就到处去找找看，哎，从那个空拍图有没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个近似圆形的一个坑洞，那都有可能会是陨石坑，哎，有兴趣可以找找看。
说不定你找到你就出名了哈。好，来接下来，然后呢，在那个刚才说这个彗星那个外来的天体有可能撞击地球了哦，然后后来那个地球上的科学家就觉得说，与其等待外来的天体来撞我们，嘿，我们先主动出击去撞他们。哎，撞彗星干什么啊？把它撞偏吗？不是，我跟你讲。我们的炸弹那些都规模都太小，很难把一个外来天体给撞偏。OK， 所以后来研发出有一个叫 Deep Impact 的计划，这个 Deep Impact 哈，其实是一个电影，是我们早期的一部电影，国外的一部电影，它的电影名字，有没有人想要知道？有没有人想要打打看？你们知不知道 Deep Impact 之前在那个美国那出电影？在台湾翻成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要猜猜看？好像有那个一个女星叫 Judy Foster， 朱蒂·福斯特演的《Deep Impact》。OK， 深度冲击的那种感觉。但是她的电影名称不叫《深度冲击》了啊。有没有人知道那个电影名称叫什么？好，不错哦，有两位回答对了，就叫做彗星撞地球。OK， 那这个彗星撞地球，因为这个 Deep Impact 的电影名称取得太好了，NASA 也说，我想要，因为我要去撞击外面的彗星，我可不可以就借用你这个名称 Deep Impact？ 好，他是什么呢？因为他希望能够撞击彗星，因为彗星它在冰封底下有可能可以。蕴含了这个45亿年前太阳系刚形成的初期的一些化学成分，比如说它到底里面有没有包含呢？比如说有没有包含氧啊，有没有包含氢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冰封着了，所以它里面不像我们地球不断的在做那个火山喷发啦。或者是那个地壳变动，或者是那个水的冲刷，地质都已经被刷的比较，变成一直在变化，就比较新了，找不到以前45亿年前太阳系刚形成的那些它的成分是什么，没人知道，所以现在就想说，可不可以去撞击这个那个彗星，然后我们可以撞击出彗星里面的东西喷出来，可以了解它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所以他就是，在2005年1月的时候发射了一艘飞船，这个飞船没有载人，但它里面载了一个铜块，像桌子一样大的一个纯铜的东西，那要干嘛？因为到时候我发射出去之后，把它当子弹一样，这么大一颗，大概有300公斤哦，300公斤的一个铜块哦。像子弹一样把它打出去，然后这个子弹就一路去撞击这个彗星。但是原来这个太空船上面的自动装置去一直不断的拍摄、拍照，不断的拍照、拍照，看看撞击以后那刹那它喷出来的可能会有哪些物质，然后来鉴定那个。所以他们都算好了，算7月4号美国国庆的时候正好可以撞上这个。很不起眼，因为它很安静的一个彗星，它比较没有跟很多的那个天体做任何的作用，就是它也没有，它比较也没有受到太阳的热消散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有可能它的物质比较稳定，去打它吧，甚至你知道吗？美国它发射了这一艘之后呢，它还打着一个口号，我要为。6500万年前的恐龙复仇，我觉得你不觉得这个美国他打这个口号在干什么啊？为6500年前的恐龙复仇，你要想哦，如果6500万年前没有一个外来的天体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的毁灭的话，现在在上 Google Meet 的上课讲课的人。跟各位听众的各位，可能都是恐龙。OK，怎么可能有我们人类坐在这个 Google Meet 的前面？
在用电脑，不可能。所以6500万年前，如果没有外来天体造成那个恐龙的毁灭的话，我们这些有智慧的这种哺乳类的人类，有怎么可能生存的下来？怎么可能会诞生出我们这些人类出来？所以他当时打的口号为6500万年前恐龙复仇，真的还蛮有趣的。好，那另外呢，当时撞出来的，我说那个撞击体就是一个铜块，为什么用铜块啊？因为他们那个科学家认为，他们确认在彗星上头不太可能有铜的成分，所以如果撞击的时候有喷出像铜的成分的这些东西，那都不是这一颗彗星上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摒除掉。所以他用一个纯铜去撞击，好，我们称为这个飞行器叫做母船嘛，那撞击的这个叫做子船，小儿子的子哈，子船。然后撞击之后，可以看它今天喷出来的情况，洞口的深度或大小，喷出来是什么东西，来分析它真正里面的内容物。不过严格来讲，那次的撞击也只是在表面挖了一个浅浅的一层而已，因为其实还是对那个，虽然你说它是一个碎冰，就是那种脏雪球，就是或者冰块跟那个沙子融合在一起了。听起来好像很松散，可是事实上还是蛮坚硬的。你今天撞击只能撞它的皮毛而已。OK， 好啊。另外有一个这个 Rosetta 跟 Philae， 他造访了这个某一个彗星啊，他去探测这个彗星，他希望在这个彗星上面挖一些东西。这个彗星叫做 CG 彗星。什么叫 CG 彗星啊？因为发现人是俄罗斯人，他的名字好长啊。而且很难念，叫做 Churyumov Gerasimenko， Churyumov Gerasimenko， 哇，这么长的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简称它叫 CG 彗星。 OK， 俄罗斯人发现的。然后呢，那个后来就那个欧洲太空局，先讲一下欧洲，它本身不是一个国家来发展天文，那个什么发展那个太空的设备，它是由欧盟一起那个一起来，就好几个国家一起来弄一个太空，那等于说弄出一个太空设备，叫做欧洲太空局一个单位啦叫欧洲太空局然后来发射这个Rosetta然后这个母船，然后搭载一个子船叫 Philae 这个去探访这个 CG 彗星。而且这个 CG 彗星长得很像黄色小鸭，整个形状很像黄色小鸭。然后母船飞到那里之后呢，那个什么放下了子船，然后希望它能够挖了一些上面的表面，可以进到这个 Philae 的机器里面去探测，然后再透过电波传给了母船，母船再发射回来地球，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 CG 彗星上面的表面是有什么成分这样子。结果后来这个Philae下去之后，它的那个我们通常船在走的时候，然后最后它想要停下来的时候，不是会抛下那个锚，可能抛到时候能够钉在底下的土的话，这个船就比较会固定，不会被那个风浪给吹来吹去。那这个 Philae 它也是一样，它掉下来的时候，它掉下到地面的时候，它会发射一个像鱼钩一样喷射出来，然后想办法勾住这个底那个土地，然后至少它就不会再一直往外弹跳，就在那个固定那个地方。结果没想到它下来的时候，它那个发射像那个鱼钩的那种装置那个失效，所以它就在那个像我就 CG 彗星上就在那边滚动滚动滚，结果没想到后来滚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完全照不到太阳。那他又是用太阳能的，然后他又照射不到太阳，结果只有传回一次的资料之后，后来就没有电了。本来还一直期待那个像黄色小鸭的 CG 彗星它会旋转，他说或许他在旋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正好可以照到太阳，可是很抱歉一直照不到，所以那个 Philae 就永远沉睡在那里了。
那我跟各位讲，这边有个动画，做得很可爱，它是 YouTube 影片，来，我给各位看一下，它欧洲太空局用这种很可爱的影片，这个不是这个哈，这是广告哈，好，他做的影片是长这样，一样，我先把声音关掉哈，免得他被认为说是我可以跳着哈。他就用这样子，而且有字幕，可以吗哈？那这个有一连串的影片，我也会出几题考这边，所以各位要看每一个小影片都只有几分钟，都只有几分钟而已，我也会考这个东西，所以各位要看影片 ，OK， 这个要请各位要看哦，我会从里面考哦，然后。哎，还没讲到彗星就已经快下课了，赶快讲。彗星经过的地方，它因为受到太阳的热，所以会在它附近遗留很多尘埃。然后地球轨道哈，只要地球过去那附近，地球的引力就会把那个尘埃吸引过来，然后吸引过来冲撞地球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流星雨嘛。那我说它冲击进来的那个点，我们叫做辐射点。那总是这个流星雨，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啊！好，各位可能有听过很多的流星雨的名字，这些名字跟那一个星座完全没关系，而是因为地球吸引这些尘埃进来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往这个流星雨的辐射点，然后往看过去，它的背后遥远的星座是什么星座，我们就用它来定位说。哦，这就是那个星座的流星雨，像比如说有金牛座流星雨啊，仙女座流星雨啊，等等的这种流星雨，就代表说它冲撞进来，就是灰尘冲撞地球进来之后，那地球的人往外看这些灰尘，遥远的星座，它的背后是什么星座，我们就称是那个星座的流星雨，而一个彗星可能造成两个流星雨。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哈雷彗星就会造就了4月19号的到5月28号的宝瓶座流星雨，以及猎户座流星雨10月2号到11月7号的流星雨，后面依此类推。OK， 后面还有金牛座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几乎每个月都有流星雨，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2到3个以上的流星雨，只是量多不多而已。你会觉得说，哎，等一下。最近又没有哈雷彗星来，怎么会有流星雨呢？其实是它的尘埃就留在它的那个轨道上了，所以今天这个那个我们的地球移到那附近之后，重力会把这些尘埃好像清除一下。哎，那你会说，老师，那清除完了之后就没有尘埃了？怎么会那个哈雷彗星已经好多年没来？因为它哈雷彗星大概75、76年才会来一次，上一次回来的时间是1986年，这距离现在很久哎。怎么可能还有流星雨啊？是因为这些尘埃，它也会有惯性，因为彗星的惯性在这样子移动，所以尘埃也会慢慢的往前飘。所以地球到这里，这个时间就有这个流星雨。下一次地球再过来的时候，后面的尘埃慢慢的往前递补了，又会再冲撞一次，同样又是这个流星雨，同样在同样的时间，都会是同样流星雨。所以尘埃只是尘埃会越来越少。等到下一次彗星再回归的时候，感觉又补给弹药了，哎，这时候突然流星雨又会带大起来。OK， 好，所以呢，这里讲到了彗星的成因。那这边我稍微给各位讲哈，对不起了，再给我2分钟就好了哈。那个我们的流星雨我们世界上有公认。一年当中有所谓的三大流星雨，所谓三大流星雨的意思就是每年都会有固定量，都起码每小时会有100颗流星以上，被定义为三大流星。这三大流星雨分别是1月3号、4号的象限一座流星雨，这个因为是俄罗斯人发现的，可是俄罗斯人称它为象限一座。可是后来88星座里面并没有象限一座，但是我们为了纪念发现者，
所以发现者是俄罗斯人，他认为是象限宇宙，我们就叫他象限宇宙流星雨。另外，哎，这是在我们的课程结束以后，8月12号有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好，那另外也有双子座流星雨，是12月15号，12月14号、15号左右。那另外其实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叫双子座流星雨，11月17号，它有知名度是因为过去几年曾经突然有那个大爆发的情况，但是它绝大部分它每年是不固定量的，有时候很少，有时候很多，但是这三个流星每年都固定量，都至少每小时100颗流星以上，而且最好是你到没有光害的地方看，效果会更好。 OK， 好，那我后面投影片有兴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双子座流星雨，它的辐射点大概在哪里，双子座的哪里，然后另外象限一座它辐射点在哪里，好，阴星座它辐射点在哪里，你看就是我们到时候看到会是像这个箭头这样子，好啊，但是你把箭头往后延伸，它会交到某一点，这一点就称为它的辐射点，好，这一点就称为它的辐射点，可以吗？好，像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双子座流星，今年的双子座流星12月14号很值得看，它在那个双子座，两个双子座的头，一个叫北河三，一个叫北河二，所以它这个辐射点，其实我们直接称它的辐射点在北河二这个地方，也就是它冲进大气层的时候，那一个点。应该从我们地球上看过去是接近这个北河二，所以它的辐射点在北河二。OK， 好。